好，大家好啊！哎呀，今天那个起床特别早，眼睛都没睁开啊，来了！哎呀，我们村长来了，Hello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起来挺早啊！我还没刷牙过，那就刷牙的呢？那你刷牙，我等一下回来再刷。走了，啊，也可以啊。那好嘞，我们赶紧去机场那里啊，村长。一大早起来帮我们看，哪里哪里？我过去啊！我这个包子有啊，我还以为终于有包的人了，而且两个哦，有两个哦，这一个，哎，我要双节呢，双节就那个了，就出发了。赶回家了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准备赶回家收拾东西，马上出发了。我们已经登上飞机了，哎呀，我准备回柳州喽。到柳州了不？哦，柳州螺蛳粉。哎呀，安全到达。好，那个我们已经安全着陆啊，回到我们柳州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准备的是下一步去老人家里。今天的话呢，我是说让廖明哦，让他先把老裴送回去，然后再去那个兄弟，兄弟就来了，马上就来了是吧？哎，喂兄弟，这个别的不说了啊，这次回来呢，就是说继续把家里面的事情啊给完善好，给做好，然后非常感谢这一路能。同行的所有兄弟姐妹啊，小廖啊，村长啊，姐妹们，小胖他们，一直以来都说共同出行的路上面的关照，还有学习到更多在他们身上学习到的啊。以后呢，我们就是说，可能在今后的路的话，会少很多很少很多弯路啊，少走很多弯路啊，以后少走很多弯路。那个也懵懵的，在机上面说早上睡觉到现在，然后。到了这里了啊，好了，那个话不多说，比千言万语啊，比不了这一句感谢啊，感谢，也感谢我们所有家人们啊，大家的支持啊，好了，那个先这样吧，那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